Сайн байцгаана уу даяаран. Өнөөдөр та нартай пагийн төрөлгийн жишээ үзгийж яхаар байна.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带有发音节的字词。 坡 是枪的意思, 坡。 它这是有一个 扑, 然后还有一个乌 音节, 这是扑, 然后这是乌 音节末, 元音辅音, 元音辅音里面一共有两个, 一和乌, 这是尾笔, 然后它的形笔是 一, 一有两种, 然后乌。 好, 扑, 扑就是枪。 在蒙语里面很少有带有这个啪音节的字母, 扑, 比如说是炮呀, 枪, 这是很多外来语会有一些啪的音节, 比如说拍, 拍就是排, 啪一, 那这个一呢也是音节末, 元音辅音一的尾笔, 啪, 拍, 但是 念的时候不能念拍, 拍就是有点僵硬, 要读拍, 哎, 英文的这个哎, 拍是拍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是乒乓, 也是外来语乒乓球, 乒乓, P, 这个应该是竖着的, P, 嗯, 这个嗯也是音节末辅音, 嗯, 旁, 这是嗯的尾音节, 也是音节末辅音, 乒乓是乒乓球。 자, 바이르다. 오늘 드림 기체 랜드 크루 도슬라. 다라친 도가르 탄다 힌 졸고이. 바이르다.